我现在来到了关子岭，来吃。我先指路也来吃 o m a k 好，然后这一家叫什么名字？没有记起来，不过很好吃，毛什么的吧？我有看一个毛什么的毛。不过呢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正躺在我们这一家老板他们的按摩椅上，非常舒服，免费的哦。因为我长得帅气又可爱，所以呢，免费招待，感谢老板娘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好棒！虽然这家的那个OK 很好吃，我吃过，所以呢，欢迎大家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来来来，我都没有记起来。哎，老板娘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你们的店名叫什么名字？好，我们这家的土鸡城非常有名，叫做竹毛土鸡城，竹子的竹，茅草的毛，好，竹毛土鸡城非常好吃，推荐大家来吃。那我要先休息了，晚安。